新田最近在忙什么？绘本。什么绘本？最近出那个正向绘本。正向绘本，我们有正向小卡，现在又有正向绘本。有啊。现在做出版社的都快倒了，我们还要做绘本，来看一下吧。到底有什么绘本？那长什么样子啊？长这样。我是最棒的。嗯，然后呢？的大小。嗯。那你负责做什么？我负责画这些图，还有写这个字。对。然后还有里面的内容的配置。啊，这页为什么要折起来？哦，因为这页是之前错误的版本。错误的。哦，哪里？注音。哦，注音怎么了？写错了。破音字吗？对啊。哦，还有呢？还有这里。对。哦。这个布，听说小学生的这里要涂出去，我都没有涂出去，哦，所以就要一直改，一直改，一直改。对，好，那、啊、还有呢？还有图也改了很多地方。图也改了，比如说呢、嗯？像是，是这一本吗？我记得我改最凶的应该不是这一本吧？这已经改过很多次了，才长这样。啊，之前改的版本还在吗？还在啊。长到底怎么改？你老板是怎么改的？改超多的啦。真的吗？一开始他超大本的，他一开始是海报的 size。嗯。对，这么任性，是谁设定的、啊？就是我们老板。真是的，这种老板就是不知民间疾苦，就只会改改改啊！还后来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变成 A3 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机器就没有办法印这么长的，然后又双面、嗯，然后又可以像书那样子的翻翻翻。所以呢？所以就试了很久很久，试了好几个小时。嗯。然后后来就说，那就变成这样子的尺寸。哪样？就是缩小版，变成 A4 翻开是 A3。那里面为什么涂的乱七八糟啊？那谁涂的？我看一下来。我们老板涂的啊。那接近镜头看一下，到底怎么涂的？这还有人性吗？这个改超多的哎、啊！怎么个改法来？你约略的翻一下就好了，还乱写乱画，自己的字也没有多可爱啊。就是我原本有一些引导问题，像是，so， 然后或者是一些要写字的地方 ，so， 这样改有比较好吗？好像一些泡泡框。哦，你这本来想法很好啊，本来这个设定很有想法呀。我也觉得没有啦。啊，这个是怎样？这是整句都画掉，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就变成到这里了。哦。然后就每一页耶。每一页。每。几乎每页都改。不是几乎，是每一页。是每一页哦，无一幸免。真的。我的老天爷啊！反正就都有。那哪一页改的最惨？哪一页改的最惨哦？啊，我分不出来耶。都很惨。惨到无法分，全部都那个。可是我觉得改的很有道理，很有道理。改完之后我很喜欢。改完之后很喜欢。现在到底这样几番折腾，到底改成怎样啊？最新版本吗？看你啊，看你现在是要直接中间还有别的版本吗？最近哦。这已经是最新版了。最新版上面还有字，对。然后呢，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啊。然后还有最最最最新版啊，最最最，噔噔，哇，连字都没有了，连书名都没有了，而且它里面全部都是自己写的，自己写，你看，天哪，书名什么编辑出版社全部是自己写，这样有人会写吗？这里我觉得很酷啊，很酷吗？像这里还有线，这根本就笔记本吧，就是自己创作啊，自己创作。是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呀？因为觉得可以让小朋友写出他自己的故事，所以每一本有可能都不一样吗？对啊。那图只是引导，所以那个横线的地方是干什么的？他可以写他看图说故事哦，或者是写他自己的正向语录，嗯，然后或者是他可以训练画画啊，也可以，也可以画画吗？对啊，空白处，嗯，或是他可以在空白的地方。加自己的角色，或是画他想画的东西，就是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写他自己的故事。然后呢？还有泡泡框。然后呢？然后跟写故事的地方。啊，如果他们不知道怎么写怎么办？
那它还我们有网路版的，网路版的有字版的可以看，就是你辛苦写的破音字的是吗？导演，对啦。哦，这写了半天，然后呢？没错。这到时候可以上网抓吗？可以。可以是不是？嗯。好，那、啊、怎么抓啊？可以去我们的商城，或是有网络的文章。好了，下面的这影片下面也会有连结啦。哦，然后抓了这个之后呢，就不用买啦，我们就不用卖啦，就没有人会买啦。好。来啊，所以呢，现在改成怎样？所以大家如果买到会长怎么样？大家买到会长这样子。嗯。空白的。就是文字都要自己让同学小朋友自己看图。说故事，嗯，是吗？对。有些人看到是生气的鳄鱼，有些人是看到有肌肉的鳄鱼，是吗？对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。有些人觉得他在拔河，有些人觉得他在爬山，还有呢？哇，有人看到磁那个拥抱，有人看到磁铁、齿轮、太阳，是吗？地球。对吗？对。有些人看到鲨鱼，有些人看到鳄鱼。是吗？每个小朋友的想法都不一样，然后所以呢，文字应该也会不一样。嗯，哦，所以这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哦。我觉得可以。啊，最后呢？最后面是什么？最后，这样吗？这是封底是吧？对。哦，所以这也结束，泡泡里面也可以画，是吗？对。OK， 那为什么一开始会想到要做这一本啊？因为我有看到这本小小书。一本什么东西？什么小小书？这么小本？它超小的，它原本叫做这样。欢乐。乐观。哦，乐观什么？乐观使梦想更靠近。嗯。然后我就有在公司翻到这一本书，然后我就问老大说，为什么没有卖这个？嗯。然后后来，好，这本小本的书，然后呢？等一下，这个声音我要开大一点。好，那小本的书，然后呢？就是我发现这本书很好，可是它好像没有被贩卖过。然后后来问老大，老大才说，在他那时候很早很早以前，他真的没有卖。嗯。可是其实它里面的文字还蛮温暖的。嗯。就是有一些面对问题的时候可以怎么做，然后有些鼓励的小语。哦，大小有差呢。差超多的。啊。而且这个线条你是不是有重画过啊？有啊。哦。用我的画笔。哎，这图比较大，比较有张力，而且远远就看得到了。哦。就比较适合小朋友。对，好。原本的是给大人看的，然后文字也是。哦。鼓励人更勇敢啊。这身上是面线。哪里？面线。好像哦。嗯。真的。好，所以呢？然后还有什么坚强啊，做自己的英雄。哦，啊，可是那时候你怎么会找到这本？这本我印象中好久以前呢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听到有某一个老师，嗯，他那时候好像有一些瓶颈，嗯，或是低潮，就是心情没有很好，嗯，然后我就知道公司有这本书，嗯，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可以鼓励别人啊，尤其现在疫情的时候哈，更需要哈，人心比较脆弱哈。对啊，就是有一些鼓励啊，坚强勇敢的那一种的感觉，嗯，然后就觉得这可以出成一系列的绘本哦。所以你从这个我是最棒的，还有呢，原本叫做什么？乐观使梦想更靠近。哦，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时候要鼓励自己，哎，如果你都不觉得你自己很棒的话，别人怎么会喜欢你？嗯，今天有一个二年级的那个入班的同学问我说。鳄鱼先生，如果别人不喜欢我怎么办？我说，你不要管他喜不喜欢你啊，重点是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很棒，你喜欢你自己啊。别人喜不喜欢你，你没办法控制他，但是你要喜欢自己啊。嗯，哦，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就想要先鼓励，哦，人心，哦，要勇敢坚强，要先拥抱自己啦。嗯，哦，所以你那时候是因为看到有某些某个老师是吗，很需要被鼓励，然后你找到这一本，你觉得很贴切。嗯，所以你现在就是想要把这个放大实现，是不是？对，而且变成大人跟小孩都可以用的版本。哦，真的吗？嗯嗯。那我很怕到时候没有人会写怎么办？那就至少有网络版。所以这一本有可能十个人写会有十个不同的故事，对不对？虽然图是一样的，可是每个人的角度看这个图写出来文字应该不可能一模一样吧？不会一模一样。低年级可不可以用？可以。那就写的那个比较可爱童趣，有注音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要用画画的可以吧？可
以。中年级可不可以？可以。高年级呢？更可以。高年级说不定还会在上面添油加醋，旁边还多画一个他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嗯，有可能。有没有可能？有。所以这旁边空白的地方都可以画吗？可以。泡泡框可以自己设计对白吗？可以。哦，那老师如果大人或是家长要念给小朋友听怎么办？那我们就有文字版的。文字版的，到时候在网络上。嗯。然后家长跟老师可以自己先看过一个我们原本设定的版本，你要照着念。你要照这个意思自己去转换，然后引导小朋友，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比较，需要引导一点，没有自己的想法，嗯、对吗？那就可以参考这个，嗯，哦，那你要照着抄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当然也可以啊，一定可以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以后的绘本哈、哦，应该要是引导小朋友自己看图说自己的故事，不要再照着作者的故事。我觉得那个是过去我们的时代。千篇一律，所以你的三只小猪跟我的三只小猪，你的虎姑婆跟我的虎姑婆几乎都一样了，对吧？所以你看哦，一样的图，哦，旁边有线，对吧？哦，自己引导，空白地方又可以画画，哦，你可以说他生气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说他那个肌肉男，肌肉男，还有呢，目露凶光，还有呢，皱眉头，发光。变成超人啊！燃烧，燃烧，对吧？都可以，然后再把它变成文字，是不是？嗯。哦，所以每个人的解读方式一定不一样。嗯。嗯，非常好，我们就试试看吧，说不定也没有人会理我们。啊？那我自己写。你自己写是不是？好，那就麻烦你写一本 sample 本，好不 好, 好？到时候要拍到那个网络给大家看的。其实你的 sample 本早就写好在这里了啦，这就是你的 sample 本了啦，对吧？对啊。好。谢谢新田辛苦了，这阵子哦，那个疫情的关系，然后分流上班，还要被老板改得这么精彩，你们老板好有想法哦！你看那写的字多漂亮啊，都不知道改个什么东西的，真的是让人看了觉得很不开心的高兴哦。不会啦，我很开心。那你眼角为什么带泪嘞？擦泪。擦泪是不是？好啦，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个，遇到喜欢跟懂这个设定的老师、朋友、家长跟小朋友的啦。好，谢谢新田。